起摇摆，三二一 ，Saturday night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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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你好星期六。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上海贵酒旗下醉酒提醒您本期看点：好六街开启童话世界副本，森林兔兔运动会火热开赛，欢乐兔兔向前冲，谁能拔得头筹？喝香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！把第一句让给玛丽姐怎么样？可以。这样，待会儿谁要跟玛丽抢，谁就不懂事了。一小两片子。你干嘛呀？他拿到锤子跑到那儿去领奖了。勇敢兔兔向前冲，智慧与胆量，谁能走到最后？来吧！哎呀妈呀！对对对！大侦探分析一下，三号选手，他好像有一点说是感觉抓住，可是我刚刚的感觉很难抓住。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，我反而有一点怀疑露丝。我说有点臭，是不是有点违规？那咱就赌一把肉丝吧。别让我走。你好，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贵酒旗下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淘出666，淘好货好价。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，欢迎各位。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家人和好朋友，来欢迎他们。先从玛丽先来好不好？来欢迎玛丽来到好六街。Hello。对。对，对，哎，最近那个童话很好看呢，我觉得好适合你们。对呀、啊，有虎子，然后有露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都是有童心的人。你看我录完那节目，整个人都变得可爱了呢。你之前不可爱吗？没有这么的可爱。不，你不可能更可爱了。你要师傅，欢迎玛丽，谢谢。哎，欢迎虎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也是出逃了童话世界的路虎，大家好。虎子，你这一身好忙，真的，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。好，另外欢迎我们的露丝。大家好，是露丝，我又回来了，哈哈。你要保持这个频率，最好再更频繁一点。明白，我明天还在这儿。明天还在是不是？对，明天。但明天我们不录哎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？我明天自己拿着 GoPro 就过来了。你要在这儿拆台吗？是。露丝上次的那个大侦探的身份，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其实我觉得你拿反了宝贝。我是大侦探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大侦探、我们一起采访一下大侦探。说两句。然后呢，那个导演不是跟他说他是大侦探吗？这次没有敢出现在露丝的面前。这一次不是这个导演跟我对的台本。
对，是不是感觉很轻松？轻松多了，就是不像上一次来这么压力这么大，然后所有人都说你是大笨蛋。迪哥，哎，你说，哎，你说，赵露思是回去看了节目播出才发现大侦探是个虚名，当天没觉得。后来我们团队说，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签在合同里，就不能当大侦探是吧？绝不当。哎，今天有那个非常经典的谁是卧底，我也好期待啊！如果露思不小心抽到卧底，那也是很精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范范又有新的歌曲了，我们欢迎范世琴回到好乐街。嗨，好好听啊！这首歌曲叫《落在海平面的微光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。好的呢。好，当然大家也要欢迎文静继续回到我们的好乐团。谢谢大家。那么今天啊，大家身上都有一些这个兔子的元素，对不对？最明显的肯定是这边有兔子耳朵的朋友们。我在化妆间戴头饰的时候，我问小丁为什么你不戴头饰，他说他身上有兔子的元素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虽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他展示出来会炸街。我们要看一看在哪里。弟弟，你的兔子在哪里？弟弟的兔子在这里。真的好可爱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么多兔兔来到现场举办一个可爱的兔兔赛跑大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赛道在这边，你看大制作，这个赛道甚至还有电梯。哇，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这个兔兔赛跑的何裁判，所以我今天穿了裁判的马甲。那泽林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今天的身份比较特殊，因为我刚好也姓吴，所以我是吴刚。对，这是我的缸。这个呢是代表各位的弹珠，每个人呢是有一个号码的，弹珠将从起点出发，在环环相扣的轮盘中随机落入丛林，随后经过风车广场，原有的弹珠节奏将被打乱，登上萝卜立交桥，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，经过雨林迷宫和弹弹乐落入终点的顺序将是各位的最终成绩，选手们要加油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弹珠越多，就代表你获胜的几率越高。那么今天呢，兔兔赛跑成绩落后的人是要接受随机惩罚的，大家一定要加油喽！加油！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，上海贵酒旗下醉酒提醒您稍后看点。露丝，露丝，把你的震动关一下。就让它抖，咱们就走。默契兔兔向前冲，是火力全开还是火力全无？我的搭档。什么搭档？你爸爸。你好，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贵酒旗下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好，第一个环节呢叫做兔兔大声唱，船员需要背对着站立，在音乐响起之后根据分词依次来转声演唱，不能重复，如果多人同时转过来的，就要冲抢锤子，然后用这个锤子来攻击其他转声人。这么多人要碰到一句只有一个人转声、啊、真的很难，所以有可能是今天会唱十遍第一句。哇，好，我们先听一下第一首要挑战的歌曲，熟悉一下。来，老师请放音乐。哇，哎呦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参北斗啊，三十三叫一碗酒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可能唱不到这，真的。好，来请各位就位了，真自觉嘿。嗯，除了露丝都转过去了。宝宝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他特别认真的。哎哎哎，都怪你们。来啊，准备了啊，音乐起。当当当当，大河向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太早了。天上的星星他没得啊，我对的呀，弟弟是对的呀。嗯，
打早了早了早了太早了，歌声动流啊，天上的星星他妹的啊。你还记得是谁吗？要精准砸到，有四个，有四个，少一个都不能打到分。没有冲我啊。哎还有俩，还有俩，还有俩，一个是吧？打错了，没有他，没有他，打错了，弟弟没有他，延琦，延琦和老秦，你还补两下。所以你看，就如果别人混乱的时候，你自己很清醒，就有机会可以赢，好吧？是，我知道中间有几个还没醒的啊。我缓，我。赵露思不要再玩这些东西了。好，来来准备啊，开始。打锣上工，锣上工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打他们！他拿到锤子，跑到那儿去领奖了。再再再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没有颁奖位这里面。目前有几个稳的啊？我们玛丽是稳的。玛丽是沉的。把第一句让给玛丽姐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六哥别这样，既然年纪最小，咱们可不能，不要凭本事，凭本事啊！这样，待会儿谁要跟玛丽抢，谁就不懂事了。玛丽肯定是凭她自己本事转过来。对的。对，音乐起。打什么呀？玛丽姐，跟你想象的事情发展一样吗？太搞笑了！我一扭头，那小丁看着我，我一扭头，小丁看着我是说，他们三个虽然有人抢到了这个锤子，但是像弟弟和老秦根本就没有唱，对，是不是没唱？对吧？那你俩何必抢呢？耽误成绩了啊！来，哇，看范范那大长腿。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拉了筋。第四句了。明白。露丝这也差太多了吧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音乐起。你要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，全都有啊。都谁呀、啊、都谁呀、啊、我错了，你怎么玩成另外一个游戏了？这有四个，有四个啊！哎哎，他第一个就没了。好，结束。我没看错的话，是李雪琴、蔡文静、杨迪和赵露思。对对，他俩穿的衣服花色差不多。这不怪我。只看到一道马赛克。确实，一个葬尸给找的。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热身，大家进入到分组。粉红对对对和大搞笑兔队到底谁能够获胜呢？请各位注意，在接下来的游戏当中，输的队要通过兔兔赛跑选出三个人，要收走一半的弹珠。好，下一个环节大家加油喽。
接下来我们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比拼了。我们知道呢，不管是朋友也好啊，家人也好啊，爱人也好，其实待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露丝，你他们给你吃啥了？给你酸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比拼就要考验大家这个兔兔之间的默契，看看谁能够通过自己的表达获得更多的弹珠。我们来听一下规则。好的，我们猜词队呢要派两个人面对面交替描述和猜词，捡漏队呢也是同样派两个人分别带上我们的胡萝卜角来进行捡漏。描述的人呢不可以讲题目里面的字，也不可以用动作来进行辅助。限时三分钟，有且仅有一次过的机会。猜词队每猜对一个词可以得一颗弹珠，如果捡漏队捡漏成功的话，那捡漏队每个人可以得一颗弹珠。我们首先呢要请来老秦、严琦，你们负责来猜词，虎子跟范范负责捡漏。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他好恐怖啊！怒火，怒火。嘴要在外面，不然你待会儿怎么说话呀？好，做好准备，三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没问题，老秦。完了，有问题，你这表情有大问题。过了。两个字。你在干嘛？怒火，他搞没搞清楚他需要干嘛？好，两个字。咱们俩，咱们俩，别过了。哎，范范，你看看我。哎，范范，咱们俩，你看看我。范范，你捡我漏。咱们俩，别过了，两个字，分手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三个字。魏大勋。什么？魏大勋。魏大勋演的那个角色，他是吴彦辰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四个字。一二三四。什么？你会数数吗？太快了，你嘴皮子。数数，突突突，突突突是什么？数数，一二三四，五，一二三四，五。第一个字儿。范谁呀？范世奇为什么要看老秦干嘛？中秋我们要吃什么？九十九朵玫瑰花。中秋，我跟你聊什么呀？他说的什么？啊？他说啥呢？你看看我。什么？中秋吃什么？第一个字是五。对。总共几个字？一共四个字。五仁月饼。回答正确。真是。下一题。三个字，质子团。记住了，老师怎么这么难？让人念出来。质子团是吗？啊，肌肉猛男，三个字的猛男，很火。很果，很火，很广，对，很火。三个字的猛男很广。封神榜，对，三个字，说出来。183男团。
他在说啥？提醒你一下，第一个字什么量乘以速度，量变引起什么变？太难了，不可能。有点复杂了是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封神里面好多猛男叫什么？就那帮人。肌肉男团。不对。封神男团。不对。三个字。一。时间到。他可能没看那个，所以质子团。哦，这不知道。其实最离谱的是这两个捡漏的。你知道规则是什么吗？我不就是我看到了之后我告诉范范那是什么词吗？什么呀，你还要告诉我吗？我叫你半天，这个很难看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不是吗？我都没有看过你。当这边出现答案的时候，你要通过观察他的嘴型猜出这边的答案是什么。你在这儿质子团，质子团。我脑袋疼。你知道最难受是我姐，我姐刚说啊，他们是我们家的，我太好奇了，我们家捡漏这俩在干啥？哦，是咱家的，对，咱家的。这俩都是我们家的。姐笑了半天。好，刚才答对了非常多的题目，一共答对了三题。好，我们下一组上场了。杨迪坐一号，玛丽坐二号，丁程鑫坐三号，赵露思坐四号。好，一样是三分钟跳。露思，你不看迪哥啊？不要看他，看玛丽。你看玛丽姐，你别再看我了。为什么要给我输这个？你不用看那个，有人给他说一下吗？我只是在看玛丽，看玛丽，根据她的嘴型猜啊。哎，谁给我捏掉了？这怎么干嘛呢？就这么大点缝，你还给他捏了？你怎么这样？谁这么坏呀？干嘛？干嘛？谁捏我？怎么这么难呢？别整了，别整了，都看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挑战开始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吃的，吃的，吃四个字，看着好虚。有辣的，有不辣的，很烫。有辣的，很烫，很烫。辣，辣的，有辣的。自由互动，回答正确。Yes。Yes。哦，这么玩的呀！哦，五个字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超幸福购物频道，我是小何。那我呢是来自台北的 Mary。啊，你好，星期六。何老师，你好，星期六。开始了吗？露丝加油，开始了。何老师你好，星期六。哦，那个超幸福鞋垫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一种动物，一种动物。他的孩子。啥？他的孩子。啥？孩子在他的肚子里。感觉是他俩在玩。啥？一种动物。啥？澳大利亚。好大的脸。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。孩子的动物。的动物。什么？澳大利亚的动物。袋鼠。袋鼠。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的。弟弟刚才猜对了。Yeah。 下一题。两个字。我的搭档。什么？搭档。上吊。搭档。山哥。山哥。我麻花的。你的麻花的。你爸爸。你爸爸。你过来呀。麻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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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沈腾。沈腾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往天上飞。
有一个女的往天上飞。你那个嘴呀，我是真看不清是啥。中秋节有一个女生，中秋女子，嫦娥奔月，嫦娥奔月，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老鼠，老鼠，五个字的老鼠，汤姆和杰瑞。什么行为？哦，玛丽莲，玛丽莲梦露，露丝，快猜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巴卡姆，玛卡巴卡。该你猜了，该你猜了，该你猜了。阿卡胖一幺六，玛卡巴卡阿卡巴卡米。这是啥嘛？你怎么在演？玛丽莲梦露，五个字，偷偷藏不住。回答正确。耶！看偷摸的。好。下一题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形容一男一女很般配，很般配，很配，什么？一男一女很般配，白白，很配，花白，配，笨，很配，白，一男一女很般配，很白白，呕吐，呕吐，般配。斑马，斑马在呕吐。一男一女很般配，成语。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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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啊！三个字。那个兔子头饰。说话，说话。哇，你啥呀？不能演，不能演，不能演，你要说话，要说话。狐狸精。苏妲己。狐狸精，狐狸精。姐的嘴好像被封印了。你，你，哇！玉兔精，玉兔精。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太难了，我好累啊！玛丽一直在演，后来我跟她不能演之后，她叫玉兔精。是这样，你们猜对了三题，很棒。然后捡漏捡漏四题，这样呢，粉红队队队每人可以积攒三颗弹珠，大搞笑兔每个人可以有七颗弹珠。恭喜！因为刚才获胜的队伍呢是这个大搞笑兔，所以呢你们可以安安全全的守住你们的弹珠，而剩下的我们粉红队队队就比较危险了。你们每个人要拿出一颗弹珠来上赛道，五个人当中排名最后的三位还要再扣掉一半。好，来观光团的朋友们，来，大家都在这个后面，咱们就猜谁能赢嘛？对，猜谁最先到终点。我猜李雪琴，我猜李雪琴第一。好，来自己放，让他们自己放来。好，好刺激啊！去吧，虎哥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拼了！我放两个。你这两个里面，如果有一个是在后三名，也算你。你还增加失败概率了，哥，你快拿回来一个吧。谢谢啊。好了。好，朋友们，他们已经放好了。来，二号，三号，三号，四号，四号，来，四号，比赛。看声。五号，五号，二号蓝色走。三号，三号，二号，二号，一号第三个了。本来是第一个呀，怎么变成第三个了？二号第一名，二号第一名，我被人撞了。三号反超了，三号反超。哎，
我希望三号非常快，二号再次返场。我二号走。四号加油，四号，二号率先上电梯。哇，我好快。你是什么颜色来着？黄的。二号出来了。我这也太慢了，哥。三号紧随其后。哇，二号，呜，是我。二号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环节。三号，哎呀！二号是我，走了。最后，花落谁家连续被弹起。是我，二号，加油，四号。后来居上，我第二名。你是后三名。三号是雪琴，四号是路虎。好，两位可以安全。那么剩下的三位，也就是迪哥、玛丽和范范，你们要各自交出一半的弹珠。一半。好，我们进入到后面的比拼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道具呢有点奇怪，因为它看上去是谁是卧底的台子，可是上面又放了神秘箱，面色都很凝重啊，朋友们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是要考验各位的勇气，这是一个神秘箱版的谁是卧底。我真的不怕。你一点都不怕吗？我胆子可大。他动的我也不怕。我帮你摸吧。好，那么规则是什么样的呢？来，不要聊天了，听一下规则。因为刚才这个比拼玩到最后，终于啊，有人是懂了规则。是，这一轮谁是卧底大家都玩过吧？这个也非常简单，我们每个队呢，首先要派出三个人，其中只有一个人的箱子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那他就是卧底，每一轮只能摸，不能看。摸完之后描述一下你摸到的这个感觉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冰冰凉，细长。描述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投票把这个卧底选出来。如果把卧底给投出来了，投中卧底的那个人可以得到两颗弹珠，最终剩下两个人的情况下，我们卧底就获胜。如果卧底获胜的话，卧底的那一个队都可以获得每个人四颗弹珠啊。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发现卧底在我们队的话，还可以帮他一把啊。对，感觉是意思。谁在谁队啊？谁在谁队？没事。啥呀？接下来秦霄贤请到一号位。点名啊。秦霄贤请到一号位。李雪琴请到二号位。哎呀呀呀，范世琪请到三号位。哎呀呀呀，玛丽请到四号位。Jalous请到五号位。小鹿死不怕。张燕请到六号 位。我叫的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准备，一号，秦霄贤。三，二，一。秦霄贤，我真的不行。来吧，秦霄贤，能播吗？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。什么？给他们止吐用的。老秦，选一只不常用的手放进去吧。不对。怎么还能开盖啊？这个。他俩跑出来。来吧，来，就一下子，就一下子，老秦，别受伤啊！一下戳到底，还远。你那个手链要不摘了？哎，换只，对。你看他手抖的，你这样很难感受的。对，再伸。你手指打不直了哈，已经。快了。摸到了吗，老秦？他差点挨到，他又收手了。可以的，来，
哇哇哇哇哇哇！啥呀？形容一下，猜一下，猜一下，湿湿的对吧？反正有水，这形容不好说呀。软软的吧，我是摸到了吧？对对对对，摸到了，水里的软的，来。哦呦呦，动了！哇，动了！哎哎哎，赵东杰！哇，突然之间活跃了。哎，他能感受到手靠近他，哎，哇，他真的能感受到，哎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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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水，对，你要放进去，对，你现在摸到的是水，对。哪呢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形容一下，滑的，滑的。好，来吧，三号朋友们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自从进入这个环节，范范就是换了一个人，都没说过话。他真的，他一直非常的安静。我想问一下，落在海平面的微光还在吗？可能马上就落在海平面了。准备啊，范范。三二一，哇，你们都很会演戏呀。没错，你看他们，要不你们也去拍戏吧。我先擦擦我的汗，先擦擦汗是不是？哦哦哦哦，他这全都行。换一只手，哥，你那个手戴了手环。他叫力保右手。咱们直接猛的一下伸过去。范世奇，你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啊，行，这个有点东西，这有点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怎么形容？一个他说是软的，他说是滑的，你说是细长，细长，细长。到马丽姐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打开呢，还没打开，不慌不慌，已经慌了，已经慌了。三二一。我去，丽姐，看我的反应。到我这还得加油呢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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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耶呀！怎么姐把你拽住了？马丽姐，别给他处死了。赶还远，哎，你是就容易受伤。玩起来了，跟他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！冰冰凉。冰凉的，凉的，凉的，是什么？让勇敢的玛丽姐都叫成这样，搞得我有点紧张。你有点紧张，哎，连露丝都有感觉了，她都有点紧张了。来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天哪！看你们真会演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更加的活跃，正常女生应该接受不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我 OK， 滑水哦，听哦，不懂，你懂不懂？很滑水，滑水那和光滑是不是很像、啊跟？跟刚才光滑有点像吧？他说了个他们老家的词汇，嗯，我都有点听不懂。很波浪。他说会有一种波浪的感觉，来吧，到你了，兄弟，来三二，你先站上来，又没叫你跳进去，你躲那么远啊，
三，他不会出来的，他一定不会出来。他虽然很活跃，但不会出来。三，二一，你这个有点多呀，我真的。主要是刚才雪琴摸的时候，我都听到导演在底下说：“要不叫停吧。”真的吗？是什么呀？张延琪加油！以后练用左手写字，加油！哇，好热啊里边！哇，好热啊里边！它好热，热，你的是熟的？你别说，它那可能是熟的。不是，就刚是那个这个里边是热的。加油！伸进去，加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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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今天要力挽狂澜吗？张延琪，这么胆小，怎么力挽狂澜？力挽狂澜！对，张延琪，你只是在抖，你手并没有往下伸。往里伸！加油！啊！那是碗，那是碗啊！那碰到这，我感觉是咬我了。没有，那是容器，对，它不会咬你的。好，往下伸，就这个位置，往下伸。什么？形容？我大脑空白，现在。等一下，是什么呢？我摸到是一个光头一样的，那种弧度。哪个导演剃头发了？确实有一个老师蹲在里面的，剃了光头蹲在那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稍微的浅浅分析一下哈，老秦，你觉得后面谁跟你不一样？我没摸着啥玩意儿。这回说实话，那雪琴你分析呢？我觉得那个热的不咋对吧？是吧？温度对，温度的感觉。咋能热呢？没形容它是热的啊。我也，你形容了。你说热的吗？心里的一种恐惧。然后我们害怕心都是凉的，你心热的，我感觉。对。好，玛丽觉得呢？六号选手，因为我们都是凉的。他自己是热的，但是老秦刚刚说，他说他的箱子也是热的。就刚伸进去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到一股热热的热流。是我还因为里边没空调，有点。就刚伸进去的时候有点热，还真是有点。那可能他害怕了，没感受到，没感受到这个热度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是。我觉得六号好像说的有道理啊。对。那谁说的没道理？头一个出去。我怀疑，投我三号选手，三号选手，他好像有一点说感觉抓住，可是我刚刚的感觉很难抓住，不太像，手大不行。延琪呢？我觉得这个细长有问题。好，来准备，闭眼投票，来准备，来三二一，请投票。现在三号三票，六号两票，一号一票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细长的范范出局，游戏继续。还要摸？好，来吧，第二轮。一号位，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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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对。来，形容一下，他反正生吃的，他的 Q 的，反正就是。还能生吃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好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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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多，然后 Q 的。那到了吗？还有大概两公分吧。啊！干啥呀？他好像，就是你一碰到他就卷起来了。真的？就是会有反应。有反应，就是你碰它，它会有反应。有反应，一个敏感的光头。好，来到玛丽来。
好，下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！哇哟，这一嗓子，他中了。对。因为他在那个位置，不是他摸到的，是对方去找的他，所以他就感觉他在动。好，来，来这边，露丝，对，露丝来了，哎呦，好勇敢哦，大侦探，哦，小心哦，哦，哇，他真的完全不怕。好好，来形容一下，哇哇，他笑出来了，哇，你竟然笑出来了！你的啥也没有啊？啊？你的啥也没有啊？我有。你太淡定了。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，细条的，因为我给搂住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刚才他没有发现，因为你刚才被淘汰了，说游戏继续，就说明你是好身份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把我是这样摸的，我感觉它不应该是长条的。那这一把我这样摸的，但是它长条了。哦，你是对的。他刚才已经被证明了他是好身份，哪需要你来肯定的？朋友们，现在张延琪又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，再摸，来吧，来吧。他都不怕，你也不怕，我也不怕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啊，张延琪来了，就算里边是电门，我也不松手，里面比电门可怕多了。对，是电门。现在换成电门了，那个光头大哥现在脸朝上了。大哥咬他，还差一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啊，对，碰到水了，来往下。哎，他怎么的？他怎么卡着？他动了，他动了！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！他自己动了。光头大哥能是不动的吗？对啊。整个盒子。形容一下，形容一下，什么感觉？很多很多会震动。现在要投票了吧？对，我有问题。从各个方面我都觉得我这个肯定跟你们的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自爆是不是？结束吧。对，我这里边毛特别长。对，长毛。我还有四条腿呢，你摸着了吗？对，我差不多。我里面是狗。鸡娃娃，我这里头，投我，投我，我这柯基腿短，我不想摸了。凭直觉，凭直觉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请选择。露丝还没投，我投个一票吧，平一下场上的局面，交给大侦探吧。一号吧，让他走吧，那都鸡娃娃了，让他走吧。我这柯基就能留下了吗？好，一号淘汰，游戏继续。这轮开始不摸了，直接表述。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下来了不摸了，你摸了两轮都得不到分，可惜啊。那我能再玩一轮，其实。来，第三轮。好，来吧。啊，这个东西它。不大，好形容。它很有力量。好多根儿。根儿。不会是你吧？他们是交错排列的。交错排列。来，闭眼投票啊。来，准备。准备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好，六号和五号各再表述一轮。
谁是五号？你是五号？谁是五号？谁投的我？谁投的我？雪琴、言琪投的你。为什么？我不可能投我自己吧？哎，再表述一轮。我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你可以摸一下，对。你那是活的吧？我天哪！这是啥嘛？哎，不能拿出来。拿出来，你看见了。你要干嘛？他还想拿出来。娃娃拿出来吗？来，再形容一下。嗯。有点黏，有点黏。这是我想的词，完了。好，来，五秒钟说不出来就再摸一次。五、哦，说得出来。他们，变得出来吗？还？其实我想说有点黏，那我说有点臭，是不是有点违规？有点臭，他说有点臭，有点臭，是有点臭。你这么闻了，你很可疑。啊？姐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有点……我觉得那咱就赌一把肉丝儿吧。行。别让我走。来，请选择投票啊！来，准备。三二一，请选择。肉丝儿。好，赵露思得到了三票，赵露思出局。游戏结束。果然你的是，哎，你们猜一下，你们猜一下，你们是什么？泥鳅。然后露丝的什么呢？糖。我这个就是一盘果冻。果冻。对，对，好聪明啊！你好像很早就发现自己不对了哈。很波浪。一个光头一样的滑的滑的啊，他中了啊，就是你一碰到他就卷起来了。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细条的，因为我给搂住了。你先要选一号吧，让他走吧，那都吉娃娃了，让他走吧。好，一号淘汰，游戏继续。没办法了，说臭，因为你那太香了。这么多，这是谁的？怎么还跳出来一个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怎么了？怎么？冷静，冷静，待会儿再说。老秦，咋的？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玩意儿，是吧？专门给你哈。好，获胜的是粉队，很少赢啊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紫队要每个人拿出一个弹珠来进行这个赛跑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开放一个升级规则，也就是说，粉队的朋友，你们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去支持一位队员，但是他必须拿到第一。比如说我用五个弹珠来支持赵露思，如果他真的拿到了第一，你可以得到十个弹珠。但如果他没有拿到第一，那五个弹珠就收走了。压我。你一般。好，谁要支持谁？我三颗支持赵露思。谢谢你。我支持你。俩好事成双。好，你们各自盯紧自己的颜色啊！来，准备，八号，八号，蓝色流星，冲啊！总加油！好紧张啊！比赛开始，开始！绿色给我冲！蓝色，蓝色来了，蓝色来了！我看到蓝色了，我已经下来了，让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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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号，再来，黑色，黑色。目前领先的是黑色。
完了完了完了，老爸来了，老爸，老爸没戏，我们向蓝色流星许愿。绿色来了，绿色来了，绿色来了，九号，九号，九号，A 八目前领先。八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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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爸，老爸可以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绿色来了，八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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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戏有戏，你还不亏。雪琴在这儿呢。那边是不是卡住了？雪琴啊！哎呀，我说蔡文静穷呢，还在森林，没看在那儿呢。好，跑第一的是谁？我丁程鑫，好，祝贺支持丁程鑫的范范可以得到双倍的弹珠。好，蓝色的是颜琪，黑八是谁啊？我。然后那个文静交一半，等到不压了，我这龙也没几个。好，那么泽林，我们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？上淘宝搜“淘出六六六”，抢最高666元红包，即抢即用，发现同款好物，好货好价，淘不尽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“兔兔动起来”环节。好的，我们在假期过节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肯定有很多聚会啊、聚餐什么的，这个非常的开心啊。但是在这里友情提醒，吃得好玩得好也不要忘记要运动一下啊。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非常可爱的翻盘的小游戏。第一个环节是拯救兔子，我们每位嘉宾呢需要站在我们这个狭窄的小桥上面，然后蹲下来，用膝盖夹住前方的这个兔子，之后顺利站起来，那么就成功。每个人有2分钟的时间，根据用时的长短，我们来进行排名。天哪，我们蹲下了就可能起不来了，站起来吗？这第一个上场的就是非常有希望可以获得成功的。张延琪，张延琪，你还往哪儿看？就是你，加油啊！今天我要走高能路线了，高能路线了。没让你走过去，你直接走到中间就是了，反正你迟早会碰到粉的，直接走过去。我不会的，别动我。他已经开始挑战了，计时。没有开始挑战，等一下。不是，你站上面越来越累。把手背到后面去，来准备计时开始。你这样蹲不下去，分开一点吧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不是用嘴叼啊，是用膝盖夹啊。效果够了，我们这趴就这样吧，要不？嗯。你太惨了，我哪里在下雪啊？哪里在下雪啊？怎么在下雪啊？现在时间还在流逝，朋友。我还要挑战啊！对啊，你还有1分10秒。对。我无所谓了。你现在非常有机会成功，因为你没有，你无所畏惧了。太窄了，我脚大。把腿张开，把腿张开，加油，加油！张大爷，快回来！张大爷走了。
这站都站不稳。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裤子打了，快扶起来扶起来，还有多久？二十秒，加油加油。好，时间到。看，你有一个脚印。对，他留下脚印。好，我这是双黑袜子。对，原来是黑袜子，我们记得。掌声欢迎露丝。上吧，铁子。好，来，赵露丝，计时开始。手背到后面，对，你稳定了就手就背到后面。人家玩体操的。对。哇。哦。哦。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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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Cool。有机会有机会。五、五，重心可以稍往前一点点，对。哎呀，差一点，他动作是对的，要把它提起来。对对对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哎呦，稳住稳住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他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平衡。哦，加油！成功！哇！酷！成功！厉害厉害！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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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是不是浑身疼？接下来上场是弟弟丁程曦。女生兔子比较高。太难了，这有人能成功吗？没人能成。好，来。哇，如履平地。哇，准备挑战，两分钟计时开始。可以这样，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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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好！瞬间成功！我的妈！14秒，哇！这天，弟弟啊，你这是咋弄上来的呀？天哪！练过呀，这个。我们刚刚这个环节获得第一名的是丁程曦，他可以获得6颗弹珠；第二名的是露丝，可以获得5颗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环节，叫做拯救兔子。下面一个挑战叫兔子跳跳。兔子跳跳，我们来听听看规则。我们每位挑战者需要端着水盆从我们这个赛道上面逐格跳过去，然后跳过一个格子，如果稳稳地落在上面就可以得到1颗弹珠。在这个赛道的这个中间呢，我们会加一次水，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水一起倒入我们那个量杯，每100毫升可以得到1颗弹珠。然后女生的是这边这个简单的赛道，男生的那边的赛道会稍微难一点，所以呢他们是有难度差的。首先要上场的就是众望所归，这个游戏他一定能够拿到非常高的分数，我们掌声给杨迪。加油迪哥。我行，我无话可说。
迪哥，我感受了一下，其实你就不要用力的跳，你轻轻轻轻的。加油啊，迪哥！加油！啊，对。好的，迪哥准备。哇，他你看他根本就没有抖。他根本就没有抖。好，他准备好了，挑战开始。哎，但水没有洒。去下一个吧，应该是。但是我觉得迪哥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他就往前，他就往前了。漂亮。漂亮。哎呀。跑了，所以这点摩擦力没用。你可以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赛程过半，可以加水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事，至少还有水，迪哥。哎，迪哥每一次跳的都非常的稳呢。对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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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跳到跳到上面就行。漂亮，漂亮！漂亮！这个他站住了，他真的站住了。这个真的至少站住了三秒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绝对要算，对不对？他在滑远点都已经到终点了，他刚刚感觉像踩了个滑板一样直接滑。迪哥已经冲浪了，开始。对对对对对，迪哥已经拿到了一颗弹珠，漂亮！有有，哎呦！漂亮！有有。这个站住了，这个站住了，这个绝对站住了，这个绝对站住了。迪哥，迪哥，你盆都飞了，我们都不敢笑了。迪哥，你惨到这个地步，来，掌声给杨迪，好棒！迪哥，迪哥，迪哥，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后面秘诀，后面要玩的人有什么秘诀？嗯，自求多福吧，毫无技巧。好，下面上场的是虎鸡。好，来，你觉得你能拿多少个弹珠？我说两个好不好？好，我应该这个很简单吧，很简单吧。哇，打通关，打通关没问题。好，好，第二个呢？试试看吧。这段剪掉。还在这样录节目？还保了一条，来，首先来来，先站在第一个板上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！你也没关震动啊，哥，用第二段吧，哥。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用第二段。好，来虎哥。哇，这么优雅的哦，真的真的。是。第二段，用第二段，用第二段，用第二段。你那个起势有点太猛了，你别蓄那么大力。好，不要。我量都没说出来。腿都泼了别人一脸。来，我们道具老师加下水，谢谢。你们庆幸这是加水之前的吧？对，前排的朋友都保护好自己啊，前排的朋友啊。他可以的，虎鸡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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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，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走。谋了，为什么？
还有这么好玩的？别，加油！这块肯定拿了，你别管水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呀，好嘞。好了，这个算，这个算，这个算，这个绝对有一颗，绝对有一颗，算算算，这个算真的得算。好，还有两次机会，来，虎鸡加油，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，掌声给他，轻跳，轻跳，轻落，漂亮，走，漂亮，漂亮 ，nice， 他在最后的时刻找到了感觉，两颗了，他已经两颗弹珠了，朋友们，两颗弹珠了。最后一颗，好嘞，来把水倒进去，虎鸡，我们看看有多少，有的吧，他的泪水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哎，那我们虎鸡有两个弹珠啊，有两个弹珠，好，两个弹珠。下面要上场的是范范范世奇，来，加油，来，加油，他稳定的，他很稳定，稳定。哦，原地坐下了。哎，但是朋友们，他是稳的耶，对，这肯定可以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好，这给他给他，可以可以，一个弹珠，第二颗，第二颗，哎呀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呀，这什么呢？哎。要走到终点了，哥，聪明哎，马上走到终点了。好，更远了，他又搓回来了。电子有自己的想法，哥。又退回去了。电子说：“不是我的地方，我不待。”对呀，稳住。好，稳住，很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漂亮！啊，漂亮！好，两块拿到两颗弹珠了。前面那个相对干一点，有机会。这个位置导演组小心点啊！这个跳过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水了，哥。加水，加水，来，这个不要了，这块不要了，对，这个不要了。来，现在已经拿到两颗弹珠，加油！好，现在已经三颗了。他已经掌握了很轻的，但他的水真的很多，到现在为止。对，他水多。哦哦，厉害厉害！哦哦，厉害厉害！四个，哎，而且有水，来来来来来。挑战成功了，辛辛苦苦护了一路，刚刚起码有1500毫升，真的，一地的水，全洒了，就剩这么点了。没事，没办法，怎么玩？没事，都是你自己弄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是家里没有余粮啊，真是好小心，一滴都不想漏到外边。对，扣扣扣扣。哎呀，他就这样了，还有300毫升，三百毫升，三个弹珠，倒了，好，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赵露思，对，先站到第一块上 ，OK， 好，好嘞。来，赵露思的挑战开始。不要紧张，他刚才那个腿一直是酸的，这腿怎么？因为他要玩两轮。露思，露思，把你的震动关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腿开一下静音，控制不了，太抖了这腿。哎呦，你要不直着跳？
就让它抖，咱们就走。没事没事，第一把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就稳了。盆是不是意思一下拿一下？好歹假装里面有水吧。好，好样的，就这个感觉，就这个感觉，你知道了。加油！好样的，漂亮！就这个感觉，对对对，两个弹珠漂亮。哇！哇，真的感觉他的这个脚在 B-box 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走，三二一，走。来，走。好，有。漂亮！这个他真的是凭自己的核心 hold 住的，他的脚趾都在用力。对对对，三颗了。四颗，四颗，好，可以加水，先加水。好，现在四颗弹珠了，加水了，手也开始抖了，怎么回事？手还行啊。前面的朋友们，你们都这么淡定吗？我感觉你们好危险。对，可以的，轻轻跳，漂亮！哇，好样的！好，五颗了，好，五颗弹珠，来跳过去。接下来这一块怎么跳？有点远。我建议你，露丝，你放弃它，你就轻轻地跳到地上，然后你走到下一个面前，对，你把它放弃。他可以这样玩。他可以，他当然他可以有策略的呀，他可以放弃那颗。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我也刚刚想起来。走。好，六颗，好样的，六颗，而且顺便垫到跑到了前面。金鸡独立，哦，我还要先试探一下，有些舞蹈动作在的。哎呦，这是哇，没必要芭蕾起跳吧？加油，来七个，走，一二三，走，绕路是走，好，走。一鼓作气走，好样的，七哥来了，好样的，稳住了，来，漂亮，八哥，哎呦，稳住了，漂亮，哦，好厉害，慢慢走，记住范世奇，你可以从这边下来了，哎呀，好。这，哇！我没看错吧？天哪！1500毫升，15颗弹珠，哦，再加上刚才跳过的，一共23个弹珠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，大搞笑兔队获胜。赵露思32颗，太夸张了，谁能跟你比？好，所有人都把相应数目的弹珠放进去。我来了，来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来，大家让一让。好，赵露思要到了。哎呦，几乎看不到别的颜色了，把我们都盖住了。我现在排一下座位，我确保每一个人在第一排都会有一颗。来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来，朋友们，兔兔赛跑。竞赛开始！哇！子胜，
好多蓝色，二号蓝色，十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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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啊，十号十号加油啊，十号。哇，我都找不到我自己了。现在大家要上电梯了，十号加油啊，十号。第一个上电梯的是蓝色，几号？蓝色几号？好多绿色呀！这是几号？这是几号？这是二还是十啊？这是几啊？十号不是我的，十号，我的十号，我的十号。我都没排上号。我们来看一下前六名啊，排第一位的是七号蔡文庆，排第二位的是六号赵露思，排第三位的是五号范世琪，排第四位的是李雪琴，第五位是丁程鑫，第六位是十号张延琪。我八号呢？他那个八号不见了。八号上哪儿去了？老秦就一颗失踪了。老秦那颗甚至找不到了，黑色的哈。对，他在赛道当中被淘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接受惩罚的就是虎子、老秦、迪哥和玛丽。来，他是这样的，待会儿呢，你红的跟蓝的随机按一个，这里面有不同的可能性，有可能是水，有可能是彩粉，也有可能是默默，也有可能是泥浆，也有可能是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夸张了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张嘴了吗？酸的。迪哥还特意挑了个蓝色的。好，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，再一次祝现场以及我们屏幕前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。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，上海贵酒旗下醉酒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欢迎我们大哥回家。我回来了。好六家精选稀世珍宝，神秘目的潜入其中，一定是台上这些人有人拿走了我们的 Six 之星。那分别是大哥和谁呢？太针对了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你不如直接玩我的任务是什么吧，好不好？爱的抱抱大问答，谁能猜中他的心？请问大哥，如果和两个好朋友同时喜欢上了一位女生，他会怎么选择？长相思剧情是吧？剧情梗概。大哥，来公布你的答案。他们针锋相对，高能不断。来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错，再看这边，漂亮！让三追四，我们大哥太帅了。你演坏男人的时候都没被泼过这么多次水吧？金曲抢答赛状况百出，怎么能哭呢？来，阳光彩虹小白马，正确。爱如果走得够，遗失的美好，正确。余文文那个位置好吃亏，两边的两个人都好会答题。我发现每当浪潮，你要跳舞吗？正确。天竺少女自由飞翔，月牙湾，正确。好一个如鱼得水的余文文。你放过我。关键线索呼之欲出，养两只宠物抠门。要这么说，那就是大哥。我也觉得有可能。买单王啊！下面我宣布卧底任务。你好，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贵酒旗下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
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淘出666，淘好货好价。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贵酒旗下醉酒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，锁定你好星期六。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期待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淘出666，淘好货好价。感谢行业指定中国移动，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。每周六晚19:30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你好星期六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今天就是这样了，下周六再见吧。再见，拜拜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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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